还好有吃到你。小鱼的水。我想喝的，我先喂。要不要搬上小菜？嗯，我要搬个小菜，我搬不出来。不是这。我已经搬小菜了。哎，想想的。妈妈，等他站过来。我不喜欢。准备去。你不喜欢什么？我不喜欢，我掉地球了。球球帽。来了半个小时。吃不完。希望你跑过去。因为他都没过来，你们就扔了。手里面有那么多，你手里面有那么多，你先用完它。我说，你看小熊都过来了，就给他。没管。骗人的，他会抓你的。掉进去就没人救你喽。你两个了。快点他这里是紫阳的手里，我要给他丢一个，吃不吃？哎呦，拿起来！哦呦，哦，三个坚持，偷袭一下嘛！出气啊！以前这儿草还不茂密，丢了地上才得钱。要再观察一下呢。你看他的尾巴都打直了。嗯。谢谢。我要当那个。